迎收看我们家的睡前故事，我是小妹妈妈。那今天我们要讲的故事是这个毛毛虫男孩，这个是我们的台湾作者的创作哟，是江明公老师他画的图，还有他写的故事。我看了一下那个介绍啊，书的介绍，听说江明公老师自己脸上好像也有疤，好像，所以他说这个毛毛虫男孩就是他，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小妹你的眼睫毛真的好长哦。好，那今天呢，这本书是由三明书局提供给我们的，三明书局出版的。好，我们来讲这个毛毛虫男孩的故事。毛毛虫男孩故事啊，怎么回事呢？你看这个毛毛虫男孩，他在做美劳哎，看来他从小江明公老师就很喜欢做美劳。而且这本书小朋友你们可以注意哦，他有一些是用画的，有一些啊，有一些是用贴上去的。你看像这个就是旧报纸，而且是外国的报纸，对不对？他写的是外文英文的报纸。他说这一本绘本是复合式媒材使用，所以除了有画画之外，他还有做一些剪贴。那剪贴的材料有报纸啊、彩色纸啊、壁纸啊，都有哦，很特别哦。大家都不喜欢毛毛虫，我们是不太敢跟毛毛虫玩，但是我觉得没有大家都不喜欢毛毛虫，有很多喜欢毛毛虫的小朋友，有很多喜欢昆虫的小朋友啊。有一个很有名的那个虫虫老师叫那个什么饶西，昆虫饶西吗？有一个很有名的那个昆虫老师，我有追踪他的虫虫老师。我朋友很喜欢蝴蝶。你朋友很喜欢蝴蝶，把它做成标本。不好不好不好，不要这样子，人家活得好好的，不要把它做成标本嘛。他那时候谁知道你上厕所，在上公共厕所的时候突然飞到你马桶里，然后你都把它冲掉。我觉得不会有这种事情，但是我们不要伤害其他的那个小生命啦。哼，他说啊，大家都不喜欢毛毛虫，小男孩痒痒，痒痒就是他，痒痒也不喜欢毛毛虫。哦呦，真的哦，昆虫扰西，对啊，昆虫老师嘛，他是扰西，昆虫扰西。我常常看他的粉专呢，他常会抓到那种好特别的虫子哦，很特别的那个甲虫啊什么的，有一些好可爱好可爱。他自己还有养一只肥肥的虫，也是好可爱，很爱睡觉的感觉。好，你看大家都怕毛毛虫，但是没有大家都怕，还是有很喜欢毛毛虫的。可是痒痒啊，他是不喜欢的啦，因为他心里想说毛毛虫不好，尤其是自己脸上的这一条毛毛虫，他最不喜欢了。哎呦，他脸上有个疤啦，怎么回事？怎么会有像这样子的疤？他可能受伤了，对不对？有的时候小男孩小时候比较皮呀，撞到脸了，结果呢就没有护理好，接下来的那个治疗啊还有保养的过程啊，稍微有一点不小心没有弄好，结果就留下了疤了，好像一个毛毛虫一样哦。有的时候你再小心还是会留下一些疤的，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要靠时间慢慢的淡化，或者是长大以后去做雷射手术，好像也是可以淡疤的。好，不管怎么样呢，他因为这个脸上的疤，心情是很不好的，他整个人的个性都被脸上的这条毛毛虫的疤影响到了。毛毛虫就是他脸上这个疤，他说毛毛虫吃掉了痒痒的梦想。哎呦，他可能原本对自己的人生有一些期望的，结果这些梦想啊他都不想做了。比如说他觉得他脸上有疤，他就不能当偶像明星，对不对？他会成为很特别的偶像明星，就在哇对啊，说不定你仔细看 BTS 哪一个人脸上也有一个小疤，也很难讲。妈妈，说不定他可以去当搞笑艺人呢。对，搞笑艺人也可以啊，可是他可能想当的是连续剧里的男主角那种霸道总裁啊。算了，你不懂。好，反正总而言之，他说我不能当偶像明星，他也怕没有人敢跟他结婚呢。这个倒是想太多了，不会有人因为脸上有个疤长大之后也不想结婚。对啊，搞不好以后他也不想结婚。他就算没有这个疤，也没有人喜欢他。哎，不是啦，不要讲这样子的话嘛。我的意思是说，脸上有没有疤，真的跟结不结婚没有关系的。会跟你结婚的人，绝对不是看你的皮肤好不好，有没有毛细孔，对不对？不是这样子的。那个漂不漂亮啊，绝对不是人家要不要跟你，不要用打扮起来打扮。
讲震惊的事情。小朋友，你们尽量不要受伤，让自己呢漂漂亮亮，当然是很好。我觉得防疫期间我摔倒比较多耶。你不要再摔倒了。受伤比学校去学校还要多。不会啦，在家里还好啦，但是尽量不要受伤。但如果受伤留下了疤，也不用太难过，因为呢，会跟你呀、谈恋爱的人，会爱上你的人，绝对不可能只是单纯看你的脸嘛。脸这种东西，他会看腻的。看久了以后，不管你是美的、丑的，你是那个大帅哥偶像的 BTS 脸，还是猪脸，看到20年以后都是同一张脸。那我要选的人跑掉啦。好，你要选的人跑掉，你再往前拉一次。我印象中他许嘉。你不能用印象的啦。好，来，这个不要担心哈，大家会看你的内在，所以充实自己的内在，不管是知识啊，还是个性啊，好一点啊，态度好一点啊，温柔啊，体贴啊，善良啊，孝顺啊，好，浪漫啊，这些都具备了的话，谁管你脸上有没有什么毛毛虫呢？人脸上蟑螂都人家都不在意了。他呀、也怕被人家取笑，小比不要那样看我，好，脸上不要蟑螂，我收回，好。他心里想啊，应该没有人愿意跟我当朋友吧，我长成这样大家一定会被我吓跑的。先去家里去写啦。你确定哈？啊，好。再来呢，所以养羊啊常常都一个人。可以请他到旁边去一下吗？他妈妈在说故事。养羊啊。妈妈在说故事。对，养羊总是一个人哼歌，画图给阿毛欣赏。阿毛是这一只他养的狗，哎呀，他把阿毛画得好像哦，他很会画画哎，所以他是美术专家。你看，他很会画画，他可以考美术学校。他呢还念故事给小金鱼听哦。他因为不想要读书，所以去读美术学校。不要把小比的事情说出来啊！你看他一个人看书、念书啊，给小金鱼听，所以他也很喜欢阅读。他不会淹死。他不会淹死，他是鱼。好，你赶快吃你的面。他一个人去公园里头跟阿毛赛跑，他去遛狗嘛，跟阿毛跑啊跑。哎，小朋友，这个遛狗的话，如果你们家也会出去遛狗的话，记得狗狗要绑那个牵绳，对不对？如果没有绑牵绳，小狗狗跑来跑去啊，哎呦，吓到旁边的老人家小朋友，造成跌倒啊受伤啊，那就不得了了，赔偿赔不完了。记得要按照规矩给狗狗牵牵绳啊。你看，但是呢，他就只敢跟他的狗狗把他的绳子用断了呢。狗狗不会发生这样子的事情，他们有牙齿，又不是有剪刀。好，你看他跟他的狗狗玩，他不敢跟小朋友玩，就留两个小朋友在玩那个猜拳啊、跳高高游戏，他就不敢去参加。这里有小朋友在玩沙，他也不敢去参加，他只敢一个人坐在秋千上，偷偷的流下眼泪。从哪里掉下来？他眼睛遮住，到时候荡荡就不会啦，你屁股坐好，手抓好，怎么好端端都会扑叽呢？哪有那么容易扑叽的？每个人玩荡秋千就扑叽。之前公公带阿姐去荡秋千，结果公公就说跳，然后阿姐荡到最高的地方，公公就说跳，然后阿姐就跳下来，妈妈刚好看到他把公公骂了一顿。对啊，我觉得宝笑太荒唐了，叫大姐做这么可怕的事情。最可怕的事情是大姐还真的从最高地方跳下来了，太可怕了。好，不管怎么样啊，其实养羊啊，他这样孤孤单单的，什么事情都自己做，顶多就是跟狗狗。哎，小比肉和青菜在这里，顶多就是跟他的狗狗出去玩，念念故事给他的金鱼听。其实他根本就不喜欢这样。他也想要跟其他的小朋友玩，他不喜欢一个人啦。你看他在他的家里啊，偷偷看出去，他看到好多小孩子都聚在一块玩哦。你看他们有一起分享这个电动玩具啊，这个电动汽车啊，有两个人坐在那里聊天，小猫咪啊在墙上啊跑跳啊，小男孩常常讲到掉下去就糟糕了。他也好想跟其他的小朋友一起玩，或者是让大家看他画的图画，因为他画的真的很好嘛。唉，他叹了一口气说：“啊，都是讨厌的毛毛虫害的。1000块，鞋寻嘛，有人的猫搞掉了，不一样啦。你看这个脸上有斑，这个是纯白的白猫，不是同一只猫。养羊觉得啊，因为他脸上的毛毛虫害他没有办法去交朋友了，所以搞自闭，对不对？在里面很不开心，很伤心。
那在学校里呢？哎呦，最近啊，学校最受欢迎的话剧比赛，话剧比赛就是演戏嘛，对不对？话剧比赛即将开始了，大家都好兴奋，好开心哦。你演猴子，对，我有看到你演猴子，就是有。啊啊对对，有乔妹跟另外两个同学，三个人蹲在一个同学面前，蹲在那里像傻瓜一样。然后那个同学不知道说些什么，以后那三只猴子就蹲在那里说嘎嘎嘎嘎，就这样演完了他演的戏。我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我觉得我的孩子应该可以有更好的表现。老师安排的，老师安排的好。我们每一组都要有三只猴子。然后嘞？两个，一个是一个人，有一个人要一次演女儿跟妈妈，另一个人要演侯爷。演什么？侯爷。那你们蹲在一个人前面，那个人是谁？侯爷吗？侯爷，他说我们吃太多了，所以饲料要变少。然后你们就抗议啊啊！小比演过旁白。我每次我小时候每次学校演戏，我大概也是演旁白，就是在旁边说话的。可能大家觉得我的外形不够美丽。演观众哎，你演观众，观众哪需要演啊？好了，那这个嘞，痒痒，你们好笨笨哦。好好好，你好好吃。痒痒演什么？老师在分配角色嘛。小飞侠里面有那个啊，虎克船长，小飞侠，还有女主角叫什么名字我忘记了，女主角。不是阿女，就是被小飞侠绑架去的女主角，还有她两个弟弟嘛。然后到了那个梦幻啊，小飞侠，小飞侠会抓一个小女孩和她两个弟弟一起去他们的梦幻岛还是什么岛的，然后展开了一连串的梦幻岛，哎，展开一连串的冒险。那小飞侠为什么要带那个女孩去呢？因为他想要听女孩每天都给他说故事嘛。你看说故事的人会被绑架，好可怕。好，总而言之呢，学校最受欢迎的话剧比赛即将展开了，老师啊、学生啊都很兴奋啊，在如火如荼的在彩排呢，先选角色、选工作，对不对？我们有目前的工作人员就在前面演出的，也有幕后的工作人员啊，有做道具的、啊、注意灯光的、啊，还有旁白啊，像我就是旁白啊，小比是旁白，还有呢放音乐的、啊，对不对？音乐。那有观众吗？观众没有啊，观众就其他班的同学，那不算同一组的啦。那我就要演观众。不要演观众。我就叛逆。不是这样，不要叛逆。好，痒痒安静的坐着表演道具，他是道具组。小妹麻烦你吃面小声一点啦。他听到同学啊兴奋的讨论角色的分配，还有在背台词，可是啊听到这些以后，他的头就越垂越低了。哎呦，越垂越低就是更自卑了，他觉得这些都不干他的事，他永远都不能上场去表演的，他还是老老实实的做他的道具吧。他做了鲨鱼，因为呢小飞侠还有虎克船长他们不是会在船上那个展开激烈的对抗嘛，然后后来就会把胡克船长丢下船之后，就把那个这鲨鱼就游过来把胡克船长吃掉了。所以鲨鱼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绿油精？哪里有绿油精？我们哪一句说到绿油精了？没有，我们没有，不是业配哈。话剧表演的那一天呐、啊，哎呦，但发生了一件不好的事了。你看，有人在扁扁，他肚子痛。哎呀，话剧表演的那一天，班上演虎克船长的这个同学肚子痛，他落赛了，他不能上场了，糟糕了，突然这么重要的角色没有人演了，怎么办？大家都好慌乱哦。你笑什么啦？你他的馒头上有写字哎，他用复合式媒材，他用报纸贴上去的，怎么办呢？你看在后台大家都好紧张哦，这个一定是小飞侠，这是他们老师嘛，这个是演弟弟的吧，这个是演那个奇妙仙子，对不对？小飞侠里面还有一个奇妙仙子，小比会飞啊。小比小时候很喜欢奇妙仙子，我买了全套奇妙仙子的 DVD， 他小时候很爱看。好，哎，你反而没看过，但现在我们家也没有 DVD 播放器了。我比较喜欢小魔女斗萝莉。好，每个人各有所好。你看前一个班级他们在演小红帽吧，你看穿着红色斗篷啊在演，那怎么办啊？我们这边该怎么办才好呢？我们少了一个男主角啊，虎克船长是头号大反派啊，没有人演怎么办呢？哎，还是有人出来演嘞。猫头男孩刚好有疤，很像。对，
就在小飞侠挥着短刀抢救他的朋友，被绑架的朋友，你看绑在这里的朋友的时候，哇，神秘的虎克船长出现了，神气的船长帽，这个船长帽是用报纸折的，飘扬的长披风，他穿了一个黑色的披风，哇，有那个大侠武林的感觉，还有很酷的刀疤，刀疤就这个吧，对不对？毛毛虫疤，还有很酷的刀疤，哎，帅气的虎克船长牢牢吸引住了大家的目光了，哇，大家都觉得你打扮的好，活灵活现的，好好好好好，哎呦，太棒了！比赛落幕之后啊，虎克船长得到了，大家都把瓶子丢到他身上，没有，不是这样的，大家都很赞赏他，帮他拍拍拍，拍拍手，拍拍手，哇！虎克船长得到了最佳造型奖了，这个造型也是他自己做的呢，哇，他真的是美术专家，他帮自己啊弄得好漂亮哦，道具服装都很好看，你看他这个话剧比赛可能有最佳演出奖啊，最佳男主角女主角，那个金马奖不是也这样，奥斯卡金像奖也是，对不对？最佳服装他得到了最佳造型奖，哎，好厉害哦。同学们这个时候仔细看才发现，哎呀，虎克船长原来是洋洋演的，真的不是拉肚子同学，是洋洋，哎，好厉害，哎，有人提醒我要喝水了，啊，喝得真好，好，喝得真好，哎呀，这是洋洋第一次让毛毛虫去他脸上的疤，以前他不都畏畏缩缩的头低低的吗？大家也看不清楚他脸上有什么，这是第一次大家看到他脸上的疤，因为他抬头挺胸的出来演了嘛，好多同学都看到了，以前别班同学根本都没注意班上有这个人，哇，洋洋第一次让他的毛毛虫清楚的暴露在大家的眼前了，可是啊，现在洋洋他是觉得很不自在，他想要躲开大家的目光，他觉得大家都看到我脸上的疤了，我没安哪，他要逃跑，不过老师啊拍拍他，洋洋哭了，洋洋很着急，他觉得今天大家都看到我了，他很着急，老师赶快来安慰他，哎呀，你不要啊，胡思乱想，你没有发现吗？只是因为那小朋友拉肚子在大便中，所以你才要上来演啦。不是，老师不是讲这种奇怪的话，老师是说，哎，大家都很赞赏你的表演哦，你表演得真好，你的服装道具也好棒。用画的啊，就算不是画的，大家也仔细看到啦。洋洋说：“同学们，你们不怕我脸上的毛毛虫吗？我是不是很像电视里的大坏蛋？”他哭了，他觉得大家不会喜欢他的。但没有想到，同学们呐、啊、都不是这样子想的哦，大家都笑眯眯的看着他。有一个同学啊，就伸出了他的手给洋洋看，他说：“你看我的手臂也有一条毛毛虫。”还有其他的同学说，我们很喜欢洋洋啊，洋洋是我的同学，也是我的好朋友，有什么好害怕的？嗯，洋洋很热心，帮大家好多忙，是最棒的好朋友。同学们这样说啊，啊，这些温暖的话语就好像冬天的阳光一样，温暖了洋洋的心。那时候应该不是冬天，是夏天。不管是冬天还是夏天，但是都有如冬天的阳光，温暖了对洋洋呢被冷却的冰封了的心，通通都解冻了，也晒干了脸上的眼泪，太开心了，哦，蝴蝶真的出现了，毛毛虫之后就会变蝴蝶嘛，洋洋啊，他的心可能原本是个毛毛虫，很畏缩的，现在他幻化成蝴蝶了，洋洋开心的给同学一个大大的微笑，也给自己一个微笑，大家啊开心的一起玩，洋洋终于跟大家一起玩了，他一直想跟大家一起玩，现在洋洋的心情啊就像飞舞的蝴蝶一样轻松又自在，他能飞啊，他像蝴蝶在飞嘛，他不是真的能飞啊，他的心情很愉快嘛，雀跃就好像在飞，他大方的说，我是最与众不同的毛毛虫男孩，我可以和你们做朋友吗？哎呦，以前他才不敢说要一起玩呢，现在他想要和大家一起做朋友了，大家也都很喜欢跟他一起玩，你看大家都坐上了毛毛虫列车，太开心了，大家都很害怕毛毛虫，
没有啦，我们刚刚不是说了吗？谁说毛毛虫一定很可怕的？有很多很喜欢昆虫啊、大自然的人啊，他们还是专家哎、欸，像那个什么昆虫饶西就是一个专家，那饶师变饶西，对呀、啊，他就懂很多昆虫的知识，真的很令人佩服。那这一本书的作者江明公老师，他也很令人佩服哦，他是儿童美术老师哎，虽然现在他已经是一个大叔了哦，已经不是那个毛毛虫小男孩了。大叔是说射箭大叔吗？对，韩国射箭大叔吗？不是，他是画画的哦。江明公老师说，他现在的心里呀、啊，就还是住着小孩子一样呢，很喜欢创作绘本哦。这就是今天跟大家说的故事《毛毛虫男孩》。什么毛毛虫吃便当？毛毛虫男孩，我们今天的故事说完了啊。